妈妈怀孕四个多月了，你都五十岁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们刚接了一个四十八岁的，身体那么健康，都在产生衰竭。你妈的身体挺好的。是你吗？是你想出来的？你到现在都还在想要儿子？那我想要个孩子也没什么错、啊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别大喊大叫。男孩还是女孩？阿姨、啊，这个不能结婚率又没外人啊，真的不行，这个是违法的。怎么样？看出来了？看出来了，孩子还是很健康的。男的女的？说。你怎么那么没用啊？你求他们吧。我求他们了也不给说。不行，我还得找目的去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帮你妈妈做胎儿性别鉴定。去找你，昨天做 B 超的时候，他问我到底没说，你别告诉他，说了就有肚子。我起来了，忙了，我真的要忙了。男的，说，妈的，真是个男孩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读了八年的医学院，连食宿带学费，你花了我多少钱？现在就用你一点关系，你都嫌烦。你本来就没打算认真找我，学费是我妈跟我外婆借的，你给我花多少钱？你花多少钱你算算，我先还给你。你成绩这段小时候，奶奶每次抱怨，你都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只要有我一个人就够了，只要我努力，奶奶就不再抱怨。我努力了，我是全家族唯一的博士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天天想着我为什么不是儿子？爸跟妈真的真的很爱你。别跟我说爱，我儿子在这个家不平凡，你们凭什么认为我不觊觎你的家产？还给我两万块钱想打发我？怎么？对你们来说我算什么？